师傅，你喝多了啊？没有，没喝多，咋躺这儿的呀？你家里边人呢？有电话不？喝了多少啊，大爷？哎，哥，家里边都是谁带的呀？邻居，人家看人家。这不刚才那个邻居说你大娘眼睛也不好。那不是。是因为大娘这个病看不了，于是你看不了，我帮你治。能治能治，别哭，能治啊，能治，能治能治。男的不要喝那么多酒啊，男的得担起责任啊。啊，是啊，躺马路上都是。咱在家里边顶梁柱，咱别喝酒。有啥想不开的呀？咱解决解决，咱不要老喝酒，回家。我把你搀过去。